迷你世界中的卡卡，他变强了，他觉醒了以后变成了觉醒版卡卡，变得更强更猛。但是他丢失了一件非常重要的道具，你们难道不好奇他丢失的这个道具究竟是什么吗？如果你在迷你世界中也使用过卡卡，请点一个赞。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我们发现卡卡觉醒以后，他拥有了眼镜，并且在他的双手上有了一副铁手套，在他的脖子上有了一个玉佩，并且他获得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弯弓，这个弯弓射出来的直接就是激光。你手机表情包中的第一个就是此时卡卡的心情，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我们看一下。并且我和学姐发现卡卡的这个吊坠它可并不简单，小伙伴们你们看里面蓝色的这个玉像不像雨林神庙上雕像上缺的这一块玉？而这个玉官方大大对它的命名雨林之眼，我们可以激活神庙，所以说它这个玉非常厉害。那么它丢失的这件最重要的道具究竟是什么？我和学姐发现其实就是它的长矛，这个长矛陪伴了卡卡很久，在新手村的时候卡卡就把它拿在手中，这是它最引以为傲的东西，它决胜后就丢失了，你们知道了吗？